你们干嘛呢？我跟你说啊，这是个姑娘的事，不要多管闲事啊。她是我的朋友，有什么话跟我说。大哥，现在阿姨情况怎么样？准备手术呢。你们怎么还没交完费啊？病人现在情况很不好，需要马上进行心脏搭桥手术，赶紧的，别耽误了。医生，您稍等一下，现在钱不够，我们再想办法凑钱呢。是。凌晨，有你在，真好。哎，没事吧？没事。怎么？盼盼，其实托举并不可怕的。刚才是我们那个托举。嗯。我们做到了呀。你就相信我吧，以后我揍你的底，放心。嗯。偶像。哎，盼盼，注意保持距离，这可是我男朋友，不许跟我抢。对面的那个女孩看这里，看这里，看这里。凌晨你快点来阳台。沈小川，凌晨跟你表白呢。就死人啊。 One, two, three, four。 301宿舍的沈小川，我喜欢你。没想到凌晨这个大木头还挺浪漫的。现在只是晋级赛，决赛彩排连轴转，你有时间吗？你别说上学，你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，你知道吗？知道了，谢谢老师提醒。你真的决定好了？嗯，我想好了，我保证休学结束以后好好完成学业。咱们学校的规定，凡是要进演艺圈发展的，没有休学一说，一律按退学处理。如果芭蕾不是他的梦想，那就算他跳得再好，他也不会开心。我觉得让他自己去为自己的人生闯一次不好吗？叔叔阿姨，肖布唱歌真的挺好听的，你们有空可以去听一下。明天郊游你去吗？你去我就去。我去啊，系里活动我当然参加。明天见。编舞上我有灵感了，机械城市就跳你对生活的态度。什么？你是我见过最酷的人，一直敢于特立独行的生活，并且勇于面对挫折和失败，所以呢，你就挑对生活的不认输、不低头的态度。谢谢你这么说，不过我可能跳不了了。这个送给你，比赛加油。你好好训练，我好好比赛。我会的，你也加油。好。